又到了五月盛产桃子的季节了，新竹县尖石乡种植面积有30公顷，今年呢雨量少，随着甜度提高，产量也增加有一成，有240公吨，香甜多汁。这个周末将会在裕丰大桥旁来举办促销活动，网络预购也开跑喽，享有买十送一的优惠。自信热舞，舞者伸出双手，带领台下一起跟着节奏拍手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尖石乡长曾国大和其老果农拉下红彩球，宣告甜蜜丰收，乐桃尖石销售活动正式开跑。今年尖乡的种植面积总共大概有30公顷左右，每公顷预估产值大概在8000公斤，所以我们总产值大概在240吨。那预估产值呢是大概是在新台币2000万左右，产量比去年多了一两成的一个成长。拳头大小的五月桃进入盛产期，靠近母亲节采收，也称为妈妈桃。全乡种植面积30公顷，其中裕丰村马里光部落地势高、温度低，加上土壤肥沃、日夜温差大，最适合果树生长。果农友善耕作，不使用化学肥料及农药，孕育出的桃子气味香甜，多汁饱满。今年雨量较少，甜度大幅提高，产量增加一成，有240公吨，预估产值2000万。刚刚我试吃的结果真的非常好吃，因为，这个有雨量，但是雨量不是很大，那甜度，保持得很好，那果粒也非常漂亮，还有我们产地裕丰，都有很好很漂亮的这个古道哈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找时间来。这周六日将在裕丰大桥旁销售，现场集满5点就能兑换五月桃礼盒，用网络订购还能享有买十送一优惠，邀民众带妈妈到尖石踏青，大啖皮薄多汁的鲜甜桃子共度母亲节。